丽丽，请帮妈妈去冰箱把青菜拿出来。是的，妈妈。谢谢丽丽。青菜，青菜，青菜。妈妈，我要吃荷包蛋。好吧，那你去拿两粒鸡蛋出来。是的。妈妈。嗯，好，谢谢丽丽。蛋，蛋，蛋。替妈妈把这盘鱼拿去饭桌，很快就可以开饭啦！哇，太好了，这是我最爱吃的鱼。鱼。鱼，鱼。这是爸爸的饭，谢谢。这是丽丽的饭，谢谢妈妈。来，开饭了，吃吧。饭，饭，饭。多吃水果，身体才会健康。这西瓜好甜啊，这些橙也不错啊。嗯，这木瓜也很甜哦。水果，水果，水果。妈，我好饿。桌上有鸡饭，去吃吧。
鸡饭。鸡饭，鸡饭。弟弟要什么？请给我白开水。好。白开水，谢谢妈。白开水，请给我，我要，白开水，白开水。请给我，请给我，我要，我要。小朋友，你要什么面包？要香肠面包、牛油面包啊、沙丁鱼面包，还有巧克力蛋糕、咖啡蛋糕、班纳蛋糕。小朋友，你们要买什么？请给我沙丁鱼面包，还有巧克力蛋糕。面包。蛋糕，面包，面包，蛋糕，蛋糕。青菜，蛋，鱼，饭，水果，鸡饭。白开水，请给我，我要面包、蛋糕。